师傅请教一个问题，有一个新同修，他念经念了大约几个月，然后他的耳朵有就是一直有声音，然后他说就想问一下师傅，他接下来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因为他已经念了100多张小房，叫他赶快了，说不定是说不定是神经官能症，你叫他要把自己的肾脏保护好，肾啊，肾主耳的。肾脏不好的话，耳朵就不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师傅，因为他好像是就是，他说他之前是从手跟脚开始麻起的，后来麻了，他就好像是又去游泳池泡了一天，后来又什么去那个西龙那里做了按摩之后，他这个耳朵就不行了。不要随随便便去啊！哎呀。按摩的时候是保健的，他不是治疗的呀。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等你有病的时候，你再去按摩来不及了，明白了吗？现在叫他赶紧吃点六味地黄丸，还有左次耳聋丸，都是对耳朵有好处的。跟你说，肾脏严重不好，还有纵欲过度的男人，他的肾脏、他的耳朵都会老得很快的。好了。好的，行。那时候他接下来是该就是还是继续念自己的妖精者是吗？还是针对这个方面祈求？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自己妖精者也要念掉，然后呢，祈求菩萨保佑也要的。